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口注第291页啊，291页，从第四行，第二个字看起，啊，大宝积经，从这看起，啊，大宝积经，发甚至要会。弥勒问佛，若有众生发十种心，随一意心专念向于阿弥陀佛，世人命中当得往生彼佛世界。世尊，何等名为法师中心？这个师中心呢，我们学过了啊，是由是心故，当得往生彼佛世界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此地啊，接着看，可见弥勒大师啊，弥勒菩萨正是相赞世尊，这个世尊是释迦牟尼佛，同弘净宗妙法，这是举弥勒菩萨这经典上所说的跟净宗的关系。那么又本经第32品以下，从第1品到31品，阿难当机。32品以后到48品，弥勒菩萨当机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学佛的同学呢，不能不知道。
啊，有我们再往下接着看，第四十六品，世尊嘱咐弥勒菩萨说：“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。”这个两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净土法门是什么样的法门？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。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经？释迦牟尼佛一生讲了许多经，没有这个说法。这个说法呢，唯独讲《无量寿经》的时候说的。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的微妙，《无量寿经》的殊胜，在一切经里面，它是第一。这个法门不容易听到，不容易相信，但是它是确确实实告诉我们这一生圆满成佛的法门。啊，一切经都叫我们成佛，这叫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但是确实保证我们一生成学成佛，快速的成佛，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跟无量寿经相比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赞叹称扬他时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今天呢，许许多多人把他等闲看之啊，不重视他。啊，为什么？对于世尊这个经教啊，没有看懂啊。还有疑惑，认为还有比这个更高更殊胜的法门。啊，那么也许有人说，修某个法门能得到佛得到菩萨加持，这个经上佛也说了，信愿持名，你就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那么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还有哪一种加持的力量能超过阿弥陀佛的？找不到了。
个理事不能不知道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决定不会再换题目了。啊，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。啊，这个人的长处是老实。老实人很难找啊。一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。啊，老实听话真干。他具备这三个条件，所以能有112岁这样长的寿命。这个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。啊，如果说念佛往生，应该他在30岁之前，这个条件就具足了，阿弥陀佛就可以接引他往生了。为什么还要再让他活这么多年？啊，老人自己说出来了，阿弥陀佛要他表法，说他修得很好。啊，他修的好处在哪里？诸位细看《庄光碟》，啊，细细看呢，《来佛三圣咏思集》，看这个小册子。你就会发现了，为什么佛教他诸事表法啊，不教我们，他修得好，我们修得不好啊。好在哪里呢？好在专心。地仙老和尚说得好，世间无难事，只是怕不专心，这不专心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他专心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专心。如果心里还有一桩事，心就不转了。啊，心杂乱，生烦恼，造罪业。啊，天天都在造，时时都在造，他自己不晓得。他造的罪业有意的，有无意的。啊，不管有意无意，天天在造啊，怎么得了？啊，全是轮回业呀！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老和尚一生真正是修净业，每一天。从早到晚，生活是敬业，工作是敬业，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敬业。你看他一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理事
他全做到了。虽然不认识字，他什么都知道。这什么意思？他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里面最高层次的理一心不乱，他功夫到这个境界，理一心不乱呢，相当于禅宗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换一句话说，跟六祖慧能大师是同一个阶级，同一个阶层。啊，只是他生在这个战乱的时代，他不能说法，不是他不会说，师父叫他不要说，啊，你知道了就好了，别说，不要指使，指手画脚，啊，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就表这个法。教一切众生老实念佛，其他的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说这种话，真正明心见性，不是明心见性的人说不出啊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在46品里面，释迦牟尼佛附嘱弥勒菩萨。啊，附嘱什么呢？做大守护，当令施法，久住不灭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把净宗这个法门拜托给弥勒菩萨，要弥勒菩萨传下去，永远的传下去。啊，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间来做佛，龙华三会，我在前面跟诸位做过报告，三会都要讲无量寿经，这就是世尊当年在世，无量寿经是一生当中唯一的多次宣说。啊，佛说一切经只说一遍，没有重复的。啊，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说。啊，为什么？听众根性不一样。啊，龙华三会，我相信第一会是给菩萨讲的，就像释迦牟尼佛第一会是华严，是为化身大士讲的。不是化身大士，你看不到。佛在定中讲的，化身菩萨能看到。啊，听到佛在那里讲《华严经》，他就入席，坐在那听了。全教菩萨声闻缘觉没分呢。啊，我相信龙华三会是这么开的。第一会是给菩萨开的，第二会是跟小乘开的，声闻缘觉开的，
第三会是给六道众生开的，这三会啊，三会通通要说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真正是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。啊，菩萨听到这部经太殊胜了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二乘人听这个经，跟全教菩萨生方便有余土，六道凡夫听到这个经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凡圣同居土，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的差别，实际上是平等法界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四十八愿里面有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是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什么叫阿惟越智菩萨？阿惟越智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。三种不退转，圆满具足叫阿惟越智。啊，这三种不退转，第一个位不退，他是圣人，不是凡夫。啊，小乘初果就证得。啊，第二种行不退，第三种念不退。行不退的是菩萨。菩萨不会退转到二乘，念不退的是念念去向萨婆若海，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子，就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心得，在经中叫常寂光。念念融入常寂光啊，这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极乐世界都有。所以你要遇到极乐世界，你要不发心求往生，那你真的错了，你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所以弥勒菩萨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，啊，我们今天读到这卷经，看到这一段经文，也等于世尊嘱咐我们。
啊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求生净土。此外，要全心全力弘扬这个法门，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付诸汝等呢，做大受护啊！啊，汝等是你们大家，凡是听到这部经的人，都在其中啊！当令施法，久住不明。唯有这部经这个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当生成佛，弥勒成佛佛主弘持世间，那弘是弘扬，对一切众生说的，持是对自己，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？念佛成佛的，这个话是藕益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。他说的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文殊普贤怎么成佛的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。我们还能不信吗？啊，还能不认真吗？学海贤老和尚，佛号是真的，其他什么都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就可以随缘，不要再认真了，认真就错了啊！一认真。造轮回业，随缘，随顺自然，啊，自自然然，太好了，不要加一点意思在里头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加什么呢？加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这一位啊，加这一位就变成净土，纯净纯善啊。弥勒菩萨既然承蒙世尊的佛主弘持世间，是故大师不但当来龙华会上必说此经，只是敬未来际一笔常说不绝，常常说。为什么？佛心跟众生心不一样，佛的心是念念都希望众生呢早一天成佛，
啊，海贤老和尚他应该在什么时候往生极乐世界？我的看法，30岁之前，这个法门是他在20岁出家的时候，师父教给他的。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他从20到3010年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连锅炉匠3年都站着往生。啊，锅炉匠具备的条件，海贤也具备了。老实听话正干，海贤老和尚也如是，用真心念这句佛号，用清净心念，用恭敬心念，海贤也具备了，10年决定往生。啊，那为什么没有往生？30岁可以往生，把寿命延长到112岁。这个过程全部是表法，全部是菩萨在教化众生，不是用言教，用身教，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会的人看懂了，不会的人没看懂。啊，会的人，你把《无量寿经》、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跟这篇光碟两个对一对，哪一句经文他没做到？我们这个经文是念的，他们这个经文在海贤老和尚变成生活了，变成他的工作，变成他处世待人接物，活了，活学活用，活用活学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会学净宗，会修净宗，海贤是娑婆世界第一人。我们要以他做榜样，同学们，现在有人讲这个光碟一天听5遍，我现在一天也听5遍，越听越有味，欲罢不能啊。啊，最后的表法是拿到《僧赞僧》这本书，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。这个法表完之后啊，阿弥陀佛就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
啊，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，啊，他穿袍大衣，把这个书捧在面前，叫大家给他照相。最后的法，啊，这本书的作者弘灵法师，啊，最近他身体不好，生病，有同学传来的信息给我，我派人去看他，我每一天给他回向，我求阿弥陀佛，希望佛延长他的寿命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他修得很好，要他做一个好样子给念佛人看。诚则灵，啊，希望我们的同修弘灵法师，我听别人讲，跟我见过一次面，那应该是20年前，我第一次到北京访问赵伯老，他接待，啊，他年轻的，我没有留意。啊，破老往生之后，我就再没有缘分了，到北京了。啊，现在弘灵法师住在北京，这本书非常不容易，里面有很多事情我自己都忘掉了。啊，我心里头不放这些东西，只放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收集资料非常丰富。啊，我看到之后啊，很受感动。这个法师护持正法，护持净宗啊！我们求佛要延长他的寿命啊！啊，增福增慧，不但对中国佛教，对全世界的佛教，乃至于对所有的宗教，他都有贡献。啊，寿命长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啊，为了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延续下去，希望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成一家人，不但佛门各宗各派要互相赞叹，啊，对其他宗教我们都应当互相赞叹。啊，我这十几年所做的有效果，
啊，前景越来越殊胜。啊，宗教要互相团结，要互相尊重，啊，要互相学习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帮助社会化解冲突，化解疑虑不安。啊，真正像佛经上所说的，为一切众生带来离苦的乐。这是目标啊。手段呢，在教学，教他破迷开悟。啊，他觉悟了，就得乐啊。他不迷惑，他就离苦啊！啊，佛如是，每个宗教都如是。啊，弘莲法师有心量，能包容。啊，看得很远，看得很清楚。啊，是一位难得的好法师，我们要跟他学习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读到世尊佛祖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龙华会上必说此经，一直到今未来期一定长寿不绝。啊，每一尊菩萨，我相信跟弥勒菩萨一样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辗转弘护啊，第四段。经文，即贤界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啊，前面这三位菩萨上首，普贤、文殊、弥勒，啊，代表贤界。一切菩萨人就多了啊，借来机会。念老给我们介绍贤劫，现在的住劫名为贤劫。在此大劫中，劫是说时间，长的时间，单位叫做劫。20个小劫，劫怎么算？算的方法很多，没有定法。啊，通常用的叫增减劫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世间人的寿命，人寿最长，寿最长的是84000岁。我们现在算吧。84000岁，人寿最短的10岁，从10岁开始，100年加1岁，加到84000岁，84000岁最高了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。从84000岁
在一百年减一岁，又减到十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。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，中劫有四个，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。中劫就是沉住坏空。这些现象白天看不见，晚上看看太空当中许许多多星星，那就是中劫看到的。这些星球都有沉住坏空。四劫，每一劫有二十个小劫。那么这个衔接的时候是属于中劫住劫。我们现在这个星球还没有坏，还住在这里。那么它是每一百岁一百年呢减一岁。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人寿平均寿命一百岁，一百年减一岁，世尊距离我们三千年。中国祖师大德的记载，今年释迦牟尼佛灭度3041年。3401，那么现在的人寿命，讲平均寿命70岁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，100年减一岁，从现在算起，70岁算起就是7000年。7000年之后的时候，人寿10岁。6000年。6000年。那么6000年之后啊，每100年加一岁，加到40岁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终止。释迦牟尼佛的正法、相法、末法12000年才过世。最后的40年是人寿，从10岁加11岁、12岁加到40岁。现在是住劫，在这一个大劫当中有千佛出世，所以称为贤劫。贤是贤人多，就是圣贤很多，有1000尊佛出世。佛出现在世间，完全是感应的。什么人感应？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衔接往后佛很多，一个一个接着出现的事情。当中不会有这么多年没有佛。不像前面这几尊。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4尊佛，弥勒是第5尊佛。
下面引用《悲华经文》说，《悲华经》五是第五卷啊，下面是《悲华经》的经文。此佛世界，此佛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指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世界的当名娑婆。啊，娑婆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看人啊，这个世间不好，这个时代不好，很苦，这里头众生能够忍受啊，所以称之娑婆啊。时有大劫啊，在这个里面呢有大劫，这个大劫叫贤善，是世大劫中啊。这个大劫呢是尘劫，尘啊住劫，尘住坏空啊，尘是世界成就，住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文明兴起来了啊，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慢慢文明升起来了啊。住劫之后就是坏劫，坏劫就是严重的灾难起来了，佛经上讲的大三灾，世界会坏了，坏以后就没有了，叫空啊，尘住坏空，空之后呢又有住，它永远在循环，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一样啊。众生跟佛有缘，都在住界啊，其他三个界里头没有啊，统统是在住界。是世大劫中有千世尊成就大悲，出现于世啊，在这个住界里头有一千尊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称为贤劫，圣贤多又据根据佛祖同起里面有说到这桩事情，他说此劫中贤劫这个住劫，第一尊佛叫拘留孙佛，第二尊佛呢拘那含摩尼佛，第三尊呢为迦舍佛，第四尊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啊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由弥勒等996佛相继出世啊。经此会中，弥勒与其他贤劫中成佛的995尊，现在是等觉菩萨，他们通通来集会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故知贤劫中未来一切诸佛皆彼同宣此经
下面观无里头又有一种说法，说贤劫中啊，一共是1005尊佛，弥勒以下了有1001尊，啊，未成佛，弥勒以下1001人未成佛。非所常见，故不相入。啊，这是念老在注解，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很少见。啊，所以提一提，也不必再说了。那么，以上第一品，第一品里头有6种成就。啊，性成就、文成就、识成就、主成就、处所成就、听众成就，这6种成就为本经真心。啊，证明这个经确实是佛说的。啊，经中大比丘众12000人。超越于今，同于法华。啊，这就说明这一部经跟其他一切经不一样。一般经中我们看到大比丘众1250人，没有看到12000人，这个经是比大比丘众12000人，跟法华经一样。啊，这是要留意的。又普贤最为上首，同于华严经。菩萨上首里的第一个也是普贤。跟华严经一样，华严法华是中国大乘的原教，一乘教，一乘教在大乘之上。啊，大乘教里面成菩萨，一乘教里成佛，一生成佛只有华严跟法华。本经也是一生成佛。啊，他是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是一生，不是第二生。在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佛，没有第二生。啊，所以这个经也是一生成佛，比华严法华还要方便。啊，论到方便呢，华严法华比不上这部经。所以这部经无比的殊胜。啊，下面是本经第二品，德尊普贤第二。我们先看念老的题解。啊，第二品是上品慎重的补充，与菩萨种种念出上首至贤护等16真事。啊，这16个人，正是是对菩萨的称呼。
啊，菩萨也称开示，也称大士，啊，像观世音菩萨、观音大士、地藏大士、文殊大士、普贤大士，称称大士。他们是等觉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，化身菩萨里面最高的地位。再向上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，那就不住在十八土了。啊，住在常寂光土了。常寂光土里头只有一位，就是一个等级平等法，啊，没有等级的常寂光。十报土里面有四十一个阶级，圆教、大乘圆教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、等觉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居报土，他们住在十报庄严土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，凡身同居处，等于十报庄严土。他有四土，三倍九品，但是全是法性身法性土，法性身法性土就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明白这些事跟理，我们对极乐世界就会非常认真向往，非学佛。啊，修学其他法门，在这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，这是真的。修学净宗法门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：万修万人取，一个都不漏掉。啊，那你修这个法门不能往生，什么原因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八个字没做到，那往生就不可靠了。这八个字要做到，决定的是。啊，发菩提心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发菩提心？藕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头讲的最好，印光大师都五体投地，赞叹藕益大师说：“即使古佛再来，跟《弥陀经》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”这个赞叹。赞叹到极处了。啊，我有一年在新加坡，拜访演培法师，啊，也是老朋友，也是我的老师。我初学佛的时候常常听他讲解，啊，他请我吃饭，
请我在他佛堂讲开始。啊，讲完之后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提出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印光法师对于偶业大师的赞叹，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？”他问我这张事情，我当时告诉他，我说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印光大师对于偶业大师的赞叹，我说我的看法恰到好处啊，真的是如此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净土宗的一代祖师啊，《弥陀经要解》分量不多。啊，后面还有一篇跋文，偶益大师自己写的。啊，说明他这个注解九天完成的。真难得，如同阿弥陀佛再来。亲自主这部经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把发菩提心这一桩事情给我们解释清楚了。他说：“心、愿、具足，就是大菩提心。”从前从来没人说过，所以菩提心把我们难到了。到底什么叫菩提心？这个解释解决了。只要你真信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真的，我们看到确实有乡下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，你要问他什么叫菩提心他不知道，他讲不出来。你问他相不相信，真相信，一点不怀疑啊，真想到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。原来偶益大师说这就是无上菩提心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他真发现了，所以他一向专念，他决定我生。那偶益大师在一生当中就说出这一句话就了不起了，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们没说过，让大家都怀疑，就说破了啊！再一想一想，哪一个往生的人你去问他，你相不相信有极乐世界？相信啊，不相信他就不念了，相信，真信，没怀疑。愿不愿意到极乐世界？愿意。这个世界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他用这个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哪有不往生道理？偶益大师讲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无。
就是发菩提，无量寿经讲的发心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在持名功夫的深浅。往生是心愿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是生在哪一土？什么等级？那与你念佛有关系。念佛不是说念多少功夫啊，功夫指什么呢？你念佛号有没有妄想？有没有杂念？如果有妄想有杂念，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。天天念，天天漏掉了，还是没办法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定得放下了。海贤老和尚说的好啊，念佛去，只有念佛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真的不掌握住，假的放在心上，完了，你一切都完了，多可惜。佛门里修的一点人天福报，如是而已。啊，如果贪嗔痴慢的习气没有断，来生到哪里？到三途。啊，三途里的最容易去的畜生，畜生愚痴。你自己这么好的机会遇到了，你没有掌握，这叫愚痴。畜生我们看见了，堕到畜生道不容易出来，为什么他愚痴？啊，他要变成一只鸡了，他自己老想到鸡就是他的身体，死了以后还投鸡胎。畜生道要论多少次，不是一次就了了。啊，如果你堕个十次、二十次、三十次，很难出头了。为什么？成习惯了。这是畜生道最可怕的事情啊，恶鬼地狱就更不必说了，麻烦大了。啊，所以说卧道决定不能去。啊，那么在此地举出贤护等十六正士，在家菩萨，前面说的三位代表出家菩萨。普贤、文殊、弥勒代表出家的，现在专讲在家菩萨，
在家菩萨十六个等觉菩萨，他们所证的地位跟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弥勒是平等的。那三个是出家的，这个在家的地位平等，说十六个意思是什么？这不行，非常适合在家修学。容易成就啊，那出家要修修就更容易成就了。为什么？在家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，出家们都放下了，原因在此地啊。过去出家人三衣一钵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出家人有寺庙，寺庙的杂事比在家不知道要多多少倍。出家人想成就困难了，去年我在斯里兰卡讲经，住了一个多月，小城国家很好，出家人住小茅棚，住山洞，还有一部分跟世尊一样，晚上树下一宿。啊，多数几乎一半住山洞，在山上挖个洞，晚上就在那里面打坐。啊，他们还是徒步。啊，但是住茅棚，住山洞，有些不出去徒步，每天到时候啊，有居士把供养送来。容易成就啊，小乘人修定要断见思烦恼，五种见惑断掉之后，证虚陀洹果。啊，那么有没有正果的我不知道，我看他们的修行持戒很如法，戒律是佛法的根本，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了，佛法是假的啊。在家三规五戒十善，我们净土宗净宗学会成立啊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在圣何西，现在还在，杨一华居士主持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行门五门功课就是戒律啊。第一条
是我们最高指导的原则，敬业三福。在海外都是在家同学，不用出家戒律。用什么呢？用弟子规，感应篇是善业。这是敬业三福第一条说的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孝养父母落实在弟子规，孝亲尊师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，以这个为我们戒律的根本，一定要学习。三福，第二个六合，六合敬，人跟人要和睦相处，不能斗争。见和同解，戒和同修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利和同均，团体在家学佛，建立一个学会了，金钟学会了，修六合敬，这个团体入法的，如果六合没有了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道场。释迦佛的道场一定是六合，在学的是三学六度，三学是戒定慧，应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是佛教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走的这个路，没有例外的。三学在提升的时候，六度。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最后一条是十大愿望，普贤菩萨提倡的，我们就这五个科目。五个科目是我们的戒律，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，这是开端。这品末呢，佛标愚之三众，即诸天大众，以补足上品众六成就中的众成就。这是念老为我们做出交代，这个交代交代得很清楚。
六种成就啊，非常圆满。啊，下面是由因着因。叫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本品品名得尊普贤，这个品题重要啊，盖表于慧之无量无边诸大菩萨，包括声闻缘觉诸天大众，这统统包括在里头。贤恭尊修普贤之德，没有不尊重的啊！普贤之德，实也无量，而其心中之心，药中之药，则为十大愿望，道归极乐也，是为本品之高。这第二品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是这一品经的纲领。非常重要，十大愿望有人转修啊，近代的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啊，他出家之后在戒律上下的功夫很深，他也是跟印光大师学佛，晚年专宗净土。他的早晚课就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卷，啊，这一卷经他能背诵，啊，十大愿望，第一个，礼敬诸佛，我们真的要学。诸佛是谁呢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得用以这个心态看一切众生，把一切众生都当作诸佛看待，我们成佛就快了，就不远了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看众生都是诸佛，信敬，敬是信得了，怎样把自信功德照出来起作用，这就是第一步。啊，佛门忏仪拜忏，忏仪打开第一句，一切恭敬，一心恭敬，不都有这种字样吗？
都是从《华严经》《普贤行愿品》里头来的，不能不敬呐。尤其对比我们晚辈的、年轻的，我们常常以长者的这个姿态去对他。把他看作下人，把他看作低等，这都是傲慢心作祟呀！自己不知道自己傲慢了，别人看到别人看到不敢告诉你，为什么？不能接受。你能接受，不错，会有人告诉你，那都是真正爱护你的人。你不能接受就没办法了。那为什么告诉你，你会生气？次数多了变成冤亲债主，不告诉你了，不给你结怨，你就错到底了。到最后不能往生，都三恶道，你说多可怜称赞如来，对人要称赞，尽量找他好地方赞扬他，不好地方不说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人找不到十全十美的，总有过失，但是他也会有好处。要找到一个人，恶人，一条善找不到的，你也找不到。他都有善，只是善多恶少，恶多善少。有差别人心念头善恶混杂取其善不取其恶这就能称赞了，互相称赞好啊，家和万事兴你看前面礼敬是祝福，这怎么换成如来？为什么不称赞祝福？这个意思不一样。称祝福从相上讲的，四相上讲的；称如来是从德上讲的，性德上讲，他没有德行，不能称赞。他要有真正的德行，要称赞。所以如来多半讲性，佛祝佛多半讲相，有时候可以通用，有时候不通用十愿里头不通用，与性德相应要赞叹，与性德不相应不能赞叹性德最明显的十善业道与心德相应，要赞叹；他造十恶业呢，不赞叹。这举例一个例子，大家就容易辨别了。第三，广修供养，供养不分善人恶人。要用平等心，特别要用慈悲心对待贫穷苦难的人更要加以去照顾他们，去帮助他们
忏悔业障，每一天要认真反省。特别是古人教导我们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常常要将心比心，才能够发现自己的过失。啊，把自己的业障找出来。恶业是障，善业也是障。善业引起你的贪念，也是障碍，不能生净土。啊，恶业是罪障，善业是福障，那个福也障碍你。啊，让你对这个世间生起贪念，不想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所以为什么佛教我们以苦为师？有道理啊，生活苦一点好啊，对这个世间不想常住，常常想走，这就是好事情啊。常常有人逼着你要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不是坏事啊。随喜功德一定要会，别人做好事情我们随喜，决定不能障碍，障碍别人的好事，果报是什么？果报是我们自己将来有好事，别人也障碍我们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你愿意吗？何况如果这个好事是利益众生，这一障碍了，众生的利益得不到了，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负责。他这段好事功德越大，时间越长，你将来坐在地狱里头，那个罪业就越深越重，受苦的是你无法想象的，时间之长也是无法预计的。啊，随喜，别人好死我随喜，等于我做的一样，他有多大的功德，我也有多大功德，活络而不为之。为什么要去障碍别人？啊，随喜别人，别人随喜我啊，障碍别人呢？别人将来障碍我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明了，啊，不明了，造作的罪业有时候非常可怜。啊，第七，啊，第六，勤转法轮。大家想修福，世界什么样福报最大？勤法师讲经的福报最大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啊，老人做寿，
请法师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好啊，那真的叫无量寿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你看看许多经典，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来祈请，会修福啊！一切好事里头，没有比讲经更好。为什么？讲经帮助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名扬两利，这个地方有法师讲解啊，听众很多，肉眼看不到的听众更多啊，这是很多同学都有这个经验。那么还有更殊胜的，就是请佛住持啊，这是什么？建立道场，请法师常住这个地方，不但常住讲经啊，还常住这个地方培养人才，那这个功德真大了。啊，这都要靠哪些人来做呢？靠修普贤行的人，也就是普贤菩萨了。修普贤行就叫普贤菩萨。啊，我们修普贤行，初发心的普贤菩萨。正果之后，为前菩萨，为中是等觉菩萨，为后是成佛之后，再现普贤菩萨身，修普贤行，那是为后。啊，前面我们讲过，啊，有为前为中为后，建了一个寺庙，寺庙没有人讲经，这不是真正的佛道场啊！佛的道场是讲经教学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生没有见过道场，别人要供养不接受，喜欢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到处云游，居无定所。啊，我们看到世尊一生的心意，没有牵挂了，有道场就有牵挂了。有牵挂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没有牵挂。啊，我帮助人间道场，我不住道场。我要一住进去之后，就被他其实累赘了，麻烦就来了。来做客魁啊，道场任何事情人事物不闻不问，啊，那么中国的道场有住持，
住持从哪来的？选举出来的。中国古时候制度，寺院所有的执事任期是一年，正月初一上任，腊月三十换班。啊，戒魔做法，四白通过，啊，白四通过，选出下一任的，这么来的，民主啊，所以佛教是民主共产，啊，产业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属于常众。啊，常住大众，人人有份。啊，《地藏经》上，道常住无，佛不能救。堕造无逆失恶，佛都有办法救你。道常住无，佛不能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常住是十方常住，通一切诸佛刹土，这个法子麻烦了啊！那么这些戒律现在没人学了，没人学不知道，可是你要是造了，死了以后啊，在地狱，在恶鬼道受刑罚，你就知道了啊！不能说我不知道啊，啊，不知不罪呀、啊，不知也有罪，知道的罪更重啊，不知罪轻一点啊，不能说没罪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不能不知道，佛法要在心，必须学戒律。啊，我帮助斯里兰卡建了一座佛教大学，啊，有人建议要我去做校长，我就决定不干。啊，我顶多在那里面担任一个教授，开无量寿经，我专教无量寿经。啊，但是我给学校建议，学生入学要五年学界，没有五年学界，不能让他进门。啊，小乘戒律两年，大乘戒律三年。啊，所以大学前面是戒律学院，必须戒律学院五年毕业出来之后，你要想出家，或者是在家都可以，啊，专攻一门，将来弘法利生，好事情。啊，我年岁大了，一切事物不能再过问。啊，88岁，往生极乐世界要紧，啊，世界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。啊，我决定不参与。啊，到哪里都一样。
道场执事都移交了。这请佛住持啊，十愿从礼敬到请佛住持啊，这七条是真正的愿。普贤呢，这个是真的愿。后面三愿是回向，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，恒顺众生是回向变法界虚空界的众生，后面普界回向，这是回向实际，就是回向自信。佛法所求的大回向呢，就这三种啊，最后一个心量大了。为什么？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性所现的，自性所变的，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心量不能脱开，不能包容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？大乘教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哪来的？心相生的。六祖慧能大师讲得最清楚，最简单，最扼要。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一切现象从哪来的？他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整个法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是真心的。谁的真心？自己的真心。所以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生。一切法从心生，那么心是一切法之体。一切法跟我是什么关系？同一个体。这多亲切，一切法跟我同一个体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中国老子还是庄子有一句话说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庄子是什么人？至少化身菩萨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否则的话这两句话说不出来。能说这两句话的化身菩萨，那么德尊普贤这一品经内容非常丰富，主要
是在家菩萨。在家菩萨的功德比出家菩萨还要殊胜。出家菩萨他离开世俗，在家菩萨跟世俗人完全和光同尘在一起，度众生方便了啊，度众生没有极限了，容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